大家好，我叫 Yuna， 是来自 A1 Bakery 公司的，是这间公司服务了4年，我现在是副店长。我叫做 Mabel， 我在这间公司做了3年半，我现在的职位是 Senior Sales。 我叫 Anna， 我在这间公司做了1年半，我现在的职位是 Senior Sales。我覺得我哋成功獲得呢個獎嘅要素咧，就係我哋嘅個參賽者咧個服務理念係一樣嘅。咁我哋由幾十間門店挑選出嚟參加呢個比賽咧，都希望將我哋公司最好嘅文化同埋服務帶俾大家，跟住一齊做得更加好。我第一次參加呢一個比賽又攞個獎咧，我非常之開心，因為我重視團體精神，而且呢個獎係我5個人一齊努力得分嚟嘅，意義重大。我就會帶翻去我哋間分店同啲同事一齊分享。我哋 A1 Bakery 個服務宗旨同埋理念咧，無論個產品質素啦，同埋個服務理念咧，都係要 No.1 嘅。提升服務質素同埋對客人多加關心，我覺得兩者都兼備嘅。而且可以日常嘅工作入邊咧，我希望同客人盡量拉近距離，可以令到客人下次進店嘅時候有熟悉嘅感覺。我喺工作當中有嘅小習慣就係比較留意顧客嘅日常喜好啦，有新嘅产品或者新嘅资讯出到嚟，咁食客入到铺头，我第一时间会介绍啱嘅产品俾佢，从而俾顾客觉得我系重视佢，同埋当佢系朋友嘅感觉。